红尘思想无人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哲哥啊。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。今天我们要吃荔枝，冰袋都已经化了。这个呢，就是从马云爸爸那里买来的芜湖荔枝，这一点呢是五斤，花了168元。称了一下重量，是2160克，也就是说差了6两多的重量，还可以接受。有的已经烂了，一、二、三。3.39，168元五斤，就是33元一斤，每一个是1.2块，看看是真有核还是假有核。不是说无核吗？为什么出来的核？还是有核？这叫无核吗？这有点骗人的意思。现在网上卖水果都这么卖吗？这么大个的核也敢说自个儿是无核？现在都这么好骗吗？现在？可乐还是山海关？可乐，水果新吃法。荔枝的味道还是可以的，但是商家，如果你管这样的湖叫做芜湖荔枝，我觉得你有点骗人。虽然说你们种水果比较辛苦一点，但是也不能这么骗人啊。嗯，你饱那么多，你吃得了吗？又霍霍哈。保安不给你们吃吗？来，我也不知道外边那种有核的荔枝到底是多钱，我感觉价格还是有点贵的。虽然说它这个核比较小，但是它也不能称作无核了。我们也不是没吃过那种无核的荔枝啊。在这里啊，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啊，像这种得吃非常非常鲜的水果呢，建议大家还是不要网购，网购有风险。今天就当哲哥给你们趟雷了，一骑红尘哲哥哭。大家都知哲哥被坑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哲哥的视频，不要忘记点赞、关注还有收藏，拜拜。